第24届台北电影奖最佳女主角得奖的是修行陈香琪。我也要把这个奖献给我在天上的爸爸妈妈，虽然你们看不到，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很高兴。我很想念你们，我爱你们，永远都爱你们。感谢上帝，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他。第24届台北电影奖最佳女主角得奖的是修行陈香琪。陈香琪以极少的台词，成功刻画了中年妻子面对出轨丈夫的压抑、焦躁。大量没有对手戏的情节，有如精准的独白，令角色鲜活且厚实。谢谢评审团，谢谢你们的肯定，也向我最优秀、令人敬佩的这一次一起入围的其他的对手们说，下一次这个奖一定会在你们的手上，跟你们一起入围，我很荣幸。我要谢谢我的导演钱翔。我要谢谢你再一次邀请我跟你一起工作，跟你一起工作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佳导演，谢谢你。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我的好朋友，谢谢我的恩师玲玲老师，谢谢你们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，因为有你们使我的人生感觉到很圆满、很幸福也很快乐。在这里我要特别特别谢谢，在这段时间每一次当我卡关的时候，我的属灵的母亲金昭阿姨还有魏姐，谢谢你们，你们的智慧还有你们的带导，使我能够一关又过一关，然后朝着我人生的命定继续勇敢往前走，谢谢你们。我也要把这个奖献给我在天上的爸爸妈妈，虽然你们看不到，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很高兴。我很想念你们，我爱你们，永远都爱你们。感谢上帝，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他。谢谢颁奖人，也恭喜得奖者。我很想念你们，我爱你们，永远都爱你们。